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。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58页啊，倒数第二行，课题：行即之德。请看经文：行即进行。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，执中得本。念老的注解：注得很详细啊。行即进行。《华严经·探玄记》里头说：“无余涅槃叫寂静，一笔呢明心，那就是一无余涅槃。这个境界高了啊，发生大事。”这不是普通人。又自持记里面说，即进即涅槃离也。啊，涅槃的离叫即进。又世尊，释迦牟尼圣号摩尼呀，以作寂静和寂寞，本师的名号释迦牟尼，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释迦翻作能人，摩尼呢翻作寂静，或者是寂寞。名号确实是世尊在这一次教化众生当中的主要的宗旨。世尊住世80年，讲经教学49年，他的影响12000年的影响，佛门成为法运啊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
这论影响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有好几种讲法。通常呢是两种，刚才说的是世尊的灭度之后圆尽而论的，距离佛灭度的很近，正法了还保留着啊，所以第一个一千年呢，正法还能保留。能修戒律的人，能持戒的人，都能证果。那么第二个一千年，去佛远了，大众对佛的那种诚敬温度降低了，单靠持戒不能证果，必须要修禅定。所以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那么到第三个一千年，这是末法了，末法长有一万年，末法时期距离佛越来越远，大众对佛敬仰的心越来越淡薄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这个时候修禅定也得不到定，不但不能开悟，连禅定都得不到。这说什么时候？说我们现代。我们早两代，虚云老和尚早我们两代，是我们祖父辈的，他那个时代还得定，不能开悟了虚老和尚得定。那么现在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。黄老参禅，他的禅就是跟虚云老和尚学的。他告诉我，谭旭法师也是这么说法。他一生，他参过禅。他所知道修禅的人有得禅定的，没有开悟的。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过，也是这句话。末法成就只有净土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就。这个成就比禅宗开悟，比正法的时候正果还要殊胜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。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还是佛对众生一种安慰呢？这个问题必须要把这部经非常认真的学习，学习的心态要有孝顺心，要有恭敬心，要用真诚心，否则的话这部经你看不懂，你也听不懂，你不能得利益。
那印光大师的话千真万确，那我这一生呢把它证明了，确确实实是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，那就看你有几分沉静心。如果你没有沉静心，你怎么用功，你所学的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佛学常识、佛学知识。那为什么戒定慧这三个字你边都没有沾到？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三个字不重视，这个问题真是严重。不重视着，再好的老师不能教你。如果你非常重视，没有老师你自己都能成就。他需要的条件没有别的，最重要就是真诚恭敬。以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丝毫怀疑心都没有，你去读经，读一千遍、两千遍，得三昧，得定。得定之后不放弃，依旧每一天还是照样去读诵，读一段时期的就豁然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佛菩萨来教你也是这个成就，你自己悟入的时候也是这个成就。那么这种成就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实现了。你看他老人家持戒修定开悟，30岁在菩提树下，他本来不叫菩提树，毗婆罗树，印度毗婆罗树，因为佛在这个树下开悟，所以叫他做菩提树。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。世尊在这个树下开悟的，入定开悟的。所以佛告诉我，自信本具有无量的智慧，人人皆有，不是他一个人有。他能开悟，大家个个都能开悟。他把开悟的方法告诉我们，怎么样会开悟？修定。怎么样修定？持戒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悟。智慧现前就是开悟。一开悟呢，这些经教全通了。佛灭度之后600年，印度出来一个龙树菩萨。学大乘的人都知道。他非常有名。他开悟之后，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学了一遍。我们今天讲大藏经。他这一遍怎么全都懂了，全都通了。用了多少时间呢？3个月。你能相信吗？我们这一部经学1年没学通，他将世尊的一切经3个月就学完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
我们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他没有学过涅槃经，啊，逃难的时候，路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啊，这个比丘尼是受持《大涅槃经》的，他在读经，慧能大师旁边听到。啊，等他念完之后，慧能大师就把他刚才讲的念的这一段意思讲给他听。他听了非常欢喜，非常高兴，捧着经来向请教。能大师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你不认识字为什么会讲？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关系。”啊，他就听了个几句。他全经都懂了，啊，这《坛经》上记载的第一次，第二次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，啊，那个时候灾难已经过去了，啊，他在曹溪传法，法达禅师。去见他，法达禅师是学《法华经》的，读《法华经》3000多遍，难得了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虽然只有7卷，每一卷都很长，啊，一天读得很熟的人，一天都读一遍，3000多遍就是念了10年。见到六祖，拜三拜，头没有着地。啊，六祖看到了，等他起来问他，他说：“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啊，你礼拜头没着地呀，啊，你什么地方值得骄傲啊？”他就说出，他诵《法华》3000遍。啊，六祖点头。很难的。法华经讲些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他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：“行，你念给我听。”那背的滚瓜烂熟。法华经28品，他只念到第2品。六祖跟他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全懂了。”把《法华经》大意跟他讲，他开悟了。我们从这个案例就知道，龙树菩萨开悟了。他学经教不是一步从头到尾学，不是的，啊，当中也好，前面也好，后面也好。随便几句，他就能把全经意思都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像这样学一部大藏经，一天翻个几页，3个月，当然就翻完了，全懂了。啊，这个种读书的方法，现在人不懂。啊，你经历过的你全懂，你没有学过的、没有接触过的也全懂。只要有人提起，你就懂；不提起你不知道，一提起你全懂。啊，这种经验我没有，
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，别人突然来发问，要发问是我们能答得出来。答出来的时候，他听到也很满意。所以开智慧重要啊，得清净心重要啊。这个经题上五个字，清净平等觉，太重要了。你有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开悟了。清净平等是定。清净二乘的定，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定。平等是大乘菩萨的定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地球上这些众生是什么根性？不是很好的根性。叫他什么呢？这个世间的人缺乏慈悲，心不善。所以他的名号用释迦，释迦就是仁慈的意思。释迦教什么？教众生要仁慈。所以古人有说，什么是佛法？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这就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是这样教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自己呢？自己是寂寞，也就是说，自己永远安住在大般涅槃当中。他的心住在大般涅槃，大般涅槃就是寂静。自己寂静，才能帮助别人得定、得智慧。自己要不住在寂静里面，就不能教人。自己住在寂静里面，没有不开悟的道理。这是他名号给我们的启示。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号？诸佛菩萨都没有名号。名号从哪里来的？从众生那里来的。所以从佛菩萨名号知道当时众生的根性，知道佛用什么方法来教他们。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都是教学的工具。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完全看出来了。那么佛一生的教化就是他的善巧方便。让我们回归自信。下面引用离趣舍下，离趣波罗蜜的解释，下卷里面讲：身口意极净，
故称牟尼。啊，这个对牟尼有一个清楚的解释。牟尼是梵语，什么意思？身口意都寂静。身寂静，没有妄动。口寂静，没有言语。意寂静，没有念头。佛不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不在教学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的。啊，常常啊，盘腿坐在那个地方，表什么？表身口意寂静，他是真寂静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当然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烦恼断了。啊，尘沙烦恼、见识烦恼，自然也就断了。这叫牟尼。又大日经书，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大日经书用的很多。大日经书是密宗最主要的一部经典。啊，牟尼者，即牟也，常寂之土啊，微妙极绝，幽深玄远，不可以言说之。如是法界，即然大灭度法，为佛一人究竟清净，故名牟尼。这个注解注得很清楚。啊，牟尼是什么意思？寂寞之意。意思是寂寞，常寂之土，常寂之土是常寂光。啊，四土里头最上的，常寂光里面，身、心都没有了，啊，只是一片光明。静如常寂光，身体没有了，世界没有了，啊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法身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就是一片光明，啊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不是精神。啊，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啊，今天科学上所说的三种现象它都没有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心理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大光明藏当中不能说到无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本自具足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法应缘的时候它会现象，没有缘的时候，它就是一片寂光。
这个光不是我们肉眼看的光，我们眼睛看不到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懂，真的有很多光我们见不到。啊，你比如说医疗上的 X 光我们见不到，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啊，紫外光真有啊。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我想，所有一切光中，大概长极光是真实的，啊，永远没有改变的，它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啊，它在那里？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，如果没有它，一切法都不能建立，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样，所有的画面都要靠屏幕才能现得出来，没有屏幕现不出来。长极光就是自信，长极光就是自己的真心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啊。众生有感，佛有应，佛应的时候就现象了啊。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；跟释迦牟尼佛相应的时候，我们就见到这个地球，见到这个太阳系、银河系。你跟哪一尊佛有缘啊？跟哪一尊佛起感应大交啊？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绘图，是释迦牟尼佛应身所现的啊。那么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是阿弥陀佛报身所现的。啊，这不思议的境界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啊，长极之处啊，微妙极绝，非有非无啊，幽深玄远，这是说理太深啊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就是彻底明了要成佛啊。法身菩萨知道也明了不究竟啊，化身菩萨证得究竟就成佛了。啊，证得究竟就不叫菩萨了，妙觉如来就成佛。啊，佛的果号，菩萨最高是等觉，等觉上面就是佛。成妙觉，不可以言说之，这个境界说不出来，佛也说不出来。佛说菩萨点头，菩萨能体会，但是不能体会到究竟啊。就像印祖说的，你有十分沉浸，你体会到十分，你有百分恭敬呢，你体会到百分，你到有万分恭敬呢，你就能体会到万分恭敬心。绝对不是说我要起就起，要生就生，不行，你有业障，
立恭敬心生不起来。啊，谁不想生恭敬心？谁都想啊，他就生不起来呀。啊，可是这个东西要练，要知道沉静心是真心。能入佛境界，能证菩萨果位。啊，从哪里修呢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穿衣吃饭里面去修。修什么呢？修不着想。啊，前面给我们讲了。修不动心，啊，在一切境缘当中去修，原理贪嗔痴与住相，你能把这个放下？不贪了。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啊，没有任何欲望，唯一一个欲望就成佛，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对这个世界什么欲望都没有。这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啊，对外面境界呢？外面境界你不能叫它没有。众生跟我们有共业，啊，共业所感，对外面境界不执着。我们俗话说，决定不能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那就错了。要真正明了，外面所有的境界相，统统是虚妄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你知道一切境界是虚妄的，就不会放在心上，不会放在心上，你的心才会清净平等。啊，放在心上，就被染污了。我们的真心就现不出来了。啊，真功夫啊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的，在你工作里头去练。不管你是干哪一行，你在这一行里头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天天要接触的人事物。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不起贪嗔痴慢疑，都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事情呢做得圆圆满满，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念佛人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。啊，如果还把外面拉里拉杂东西都放在心上了。这不是弥陀弟子，这个跟阿弥陀佛距离很远很远啊，临命终时恐怕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？业力牵着你走啊，功夫在平时啊。平时不练来不及啊，所以读经非常重要，不能读经听经啊。为什么呢？
读经听经都在劝自己，不是劝别人，是在劝自己，劝自己看破，劝自己放下。这就是诸佛祖师对于我们的恩德。佛不辞辛苦，说法49年，祖师大德们学习这些经典，把他们修学的心得写成注解，写成论文，流传给后世，给我们做参考。这是真正的恩德了。不但是祖师的话，我们可以看，别放在心上。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也别放在心上。佛自己说的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，就是指的《金刚经》。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放在心上啊，你就被染污了，被法尘染污了。一根对的是法尘啊，你被法尘染污了。你心不清净的，不放在心上，清净，心清净，也就是听过了，别去想它，听懂了就开悟了，没听懂，不要去问它，再听，一遍一遍听，听上个千遍万遍，豁然懂了，佛法妙妙在这里啊。你得有耐心，没有耐心不能成就。有能力读的天天读，没有能力读的听讲一样的天天听。你问为什么？帮助你修定。你要去研究这讲的什么意思，那你所得到的是佛学常识，是佛教的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开悟才有，没有开悟没有。千万不要搞错了，把知识当作智慧，智慧跟知识搞不清楚，这种人很多。但是你要晓得它的源头，你完全明白了。知识是从界定里，智慧也从界定来的。它有定有界。知识不从界定来的。从读书来的，从听讲来的。自己并没有定，自己心里的妄念一大堆。读的经读多了，看注解看多了，也会讲了。那知识不是智慧。与了生死不相干。换一句话说，死了以后，你还是受业力牵引去轮回去了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宰。如果你有定有慧，你自己能做主宰。你可以自己选择诸佛刹土去往生。有戒的人没有定慧，因为他有福报。
啊，这些人呢，多半升天。啊，次一等的，他又到人道来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学佛的人真的最低限度生从哪里来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没有畏惧，啊，没有痛苦，啊，走得自在。精进所云，心极静心，是大菩萨入无余涅槃之性啊，是法界大灭度法，非止二乘之寂静也。啊，这要分清楚，二乘的寂静，它只有清净，没有平等。那二乘的定是心清净，大乘菩萨的定是心平等。啊，所以小乘他所生的地方是四圣法界，没有出世法界。啊，大乘的般涅槃是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超越十法界，他升到诸佛。十报庄严土，十是真实的。啊，报是智慧所感的。啊，报土叫十报土。啊，十报土是发心身，发心土。圆满的转世成智了，所以他脱离了阿赖耶，也就是他的身不是阿赖耶的相分，他的心不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啊，跟阿赖耶没关系了，这才叫真实智慧。啊，科学家今天所研究的是用思维。用意识啊，也能发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但是对阿赖耶的原理他不知道，这只有菩萨知道，科学家还是凡人。啊，那么佛法修学的跟他们所发现的是同一个境界，受用不同。菩萨有受用，科学家也有小受用，不是究竟的受用，不是圆满的受用。啊，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，念力的秘密要是被所有科学家承认，它可以用来幻化衰老，人真有这个方法啊，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呢，寿命延长，啊，衰老减慢，啊，不是不老，减慢，这是念力的关系啊。
可以坐牢啊，念力可以疗病啊，自己有毛病的话自己可以治疗，用清净心啊。像现在美国修兰博士，他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啊，他的医疗的原理就是清净心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寂灭，就讲的这个。啊，心清净，我们的身自然就清净了。为什么？叫境随心转，就是外面的环境，身体也是环境，都是随着念头在转。啊，念头不清净，身体就受染，身不清净。啊，身不清净，才会感染疾病。身心都清净了，疾病就没有了。细菌虽有啊，你不会感染。细菌生存也要它的环境。啊，心地清净善良，这个环境当中细菌不能生存啊。所以科学家真正把阿赖耶三细相找到了啊，那么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在此地啊，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啊，疾病可以消除啊，老化可以减缓啊，地球上的灾难大幅度的减轻了，这个都能做得到啊。但是不能往生净土，也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这是大事啊！心地清净善良，大概是人天两道啊！这是我们看到科学能够带到社会的利益。啊，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欢迎。佛法更殊胜，殊胜到究竟。啊，谁能得利益呢？那就像宗教里头说的一句话：信的人就有福了，不信你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外面宗教都说信上帝的人有福了啊，真的，佛法你相信的你就有福了，你不相信的跟他没有缘啊。因为你真信，你就真能听得懂，能看得懂啊，你真正能够一教奉行，不相信没办法，佛来教你也没用处啊。不是佛不来教，而是我们不肯学啊。古时候人肯学，佛菩萨都来了啊。这就是历朝历代的祖师大德啊，他们应化身来了啊，来教大家，指导大家，给大家做榜样。
不肯学了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要来，众生造罪业，因为众生毁谤，众生不信，这罪上加罪。所以佛菩萨对众生，决定不能因他众生造罪业，这个是佛菩萨不愿意看到的。啊，佛菩萨只是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众生心里不欢喜，他就离开了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众生心里生欢喜心，他才会。那么这个经上所说的心寂静心是大菩萨啊，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，这些人真正是行大乘寂静人啊，如无余涅槃大灭度法。第二句，远离虚妄，无实云虚，凡真云妄。虚妄就是虚假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叫虚妄。云就静月。虚妄浮心，多助巧见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圆觉经上这两句话，人是妄心啊，用的是虚妄心，浮。我们今天常讲的心浮气躁啊，这样的人也有很聪明的人，很机灵的人啊，多助巧见啊，像现在这些科学家们，他们有很多的发现，科学的仪器越来越进步。对他们发现宇宙奥秘有很大的帮助。常常有新的发现，这就是多助巧见，但是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圆就是圆满的觉悟。这个他达不到，圆满觉悟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那为什么他做不到呢？圆觉要用真心，真心是寂静的。啊，这个虚妄的心是不静的，它是动。浮动的，研究物理可以，研究心理不行。那为什么？心是寂静的，
心不是动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。啊，他见到心，心怎么样？不动。啊，这个本无动摇，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自心本定。啊，他见到自心本定了。啊，见到自心本定，也要拔地以上。啊，七地菩萨还达不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才能见到圆觉。又《涅盘经》38卷说：“一切我事，虚妄为本。”这就是一切不善，从虚妄来的。我们如果要用真心，那就是一切善事，真实为本。这一句话的启示深广无际，我们想真舒服，想这一生在佛法真有一点成就，你看千经万论、千言万语，就是叫我们用真心，不能用虚妄的心。但是什么叫真心，没人知道。啊，这个经上太好了，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真心。啊，清净，这是刚刚接触的真心。平等，这进入真心。觉是圆满的真心。啊，觉是佛。平等是菩萨。清净是声闻缘觉。啊，这都是用真心。二乘真心里头有掺杂，掺杂无明。大乘菩萨里面无明断掉了，不圆满。为什么不圆满呢？他还有习气没断。所以十宝图里面41位有法身大士，那就是带着无始无明习气后波不相同，待到后他地位就起，就在前面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啊，待到波他就是实地啊，他品位就高，到最后等觉只待一分，那一分断掉了，他就入常寂光了，就真的究竟圆满佛了，这大觉了，彻底觉悟了，啊，就是圆满的觉悟了。啊，不能用妄心啊，虚情假意不可以啊，对别人伤害小，对自己伤害太大了，不值得。啊，虚情假意对别人，如果别人是个修行人，不放在心上，对他也丝毫都没妨碍。
啊，用尽的心机没用啊，回过头来呢，百分之百的害自己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可是这个世界干错事情人太多了，你所看到的都干错了，所以你也习惯了。那大家都认为我也这么做吗？对，你不知不觉走错路了。啊，那么佛有个标准。啊，最高的标准是敬业三福的指导。孝养父母应该做到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就是标准。啊，这是什么标准？小乘的标准。啊，这样的心态，修无戒十善，或者是用中苦。传统的方法，修伦常道德啊的小成果啊，大乘要平等心啊，要真心，真心里头不夹杂妄念，这是大乘啊，夹杂妄念小乘。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你才敢放下了。不怕了，啊，生怕吃亏，生怕上当，这就一点办法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说“量大福大了”。谚语也有所谓的：“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这世界法，在佛法里面，防人没有必要。啊，他把我害死了，我感谢他，我提早往生了。啊，他不是害我死，是送我往生。啊，我还得感谢他。啊，那他造的那个业其实他有他的因果。啊，他有他的报应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一生只问自己，念头正不正，言行正不正，不问别的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《涅槃经》第38说：“一切物事，虚妄为本。”是故守应远离虚妄，为知我之本也。那修行人第一个条件就是远离虚妄，远离虚妄的心啊，这才真正是断我，把我的本断掉了，根本断掉了。法藏菩萨所住是真实慧也，所行是清净心呐，故能远离一切虚妄。人家行啊，
我们今天没有真实慧，所以我们虽然很羡慕清净心，但就是不得清净。那要怎么能清净？注解里头引的这些经论，提供我们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要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人事关系。物质关系比较好适应。人事关系，人事当中遇到冤亲债主，你怎么应付？这完全是功夫了。世尊教给我们，对人处人事关系的有四摄法。布施、爱语、力行，同时，你能够修四摄、六合敬，人事关系就处好了。再恶的人，再凶狠的人，都会被你度化了。四摄六合敬真管用啊。首先在家里用，家和万事兴。家不和，你还搞什么？你还修什么？一家人都不能和睦相处，你学佛，你说你怎么用功？你错了，你没有成就啊！佛务机构这是个团体，你真正修佛，把四摄六合用在这个团体，变成你变成团体里头的和事佬，人人欢喜，人人尊重。为什么你用真诚心待人，人家会感动？你用虚伪的心、虚妄的心对人，别人把你看穿了，也不说你，不相信。你做什么事情，没有人帮助你。就在这一部经典里头，我们真正学会了，确实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呐。这个里头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，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现实问题，这佛法学的真管用。胡小林居士把佛法落实在家庭，家庭和睦，感动一家人；用在公司里头，感动所有的员工。
啊，员工的心态改变了，感动客户。用他公司经销的东西，客户都安心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老板跟员工不骗人，讲真话。啊，售后服务非常周到，啊，人也很和气。没有跟人争论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下面两句一以真谛门，知中得本，知中得本，我们都想干了。可是，一真谛门这一句忘掉了。那我们怎么想干，也干不出成绩出来。我们看年老的主席，地者，真实不虚之意。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世间与出世间的道理，决定不虚妄者，这叫地。啊，这是佛学的名词。那么地，就是世间人所说的真理。真实不虚，世间的道理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真实不虚。出世间的真谛，念佛成佛。啊，念佛人生到极乐世界。决定成佛，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啊！啊，二谛上卷里面说，谛是实义，实实在在的，有与凡实。讲有，凡夫以为他是实，我们也讲实。啊，空与甚实，就连小甚都知道，空是真。啊，时而皆是。啊，大小乘都知道，万法皆空。啊，都能承认。啊，凡夫认为一切法都是实在的，都是实有的。啊，这就是。世俗地跟出世不相同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凡俗以有为实，甚至以空为实。故有与空呢，都是实。所以佛教学就立二谛。
啊，佛怎么教化众生呢？以二谛教化众生，对世俗人讲述谛。对修学出世间的人讲真谛，啊，那么这是佛法的内容。述谛里面讲什么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可以帮助社会安定，世界和谐。啊，能做得到啊！对于志向高深的人，他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不想再搞十法界了。佛就跟他讲出世谛，空谛啊，出世法里面最殊胜、最方便，一切众生有把握的，无过于净土法门啊。那么净土法门，在出世法里头就成为第一圣谛了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别的法门也行呢，要断烦恼啊，要消业障啊，烦恼业障消不掉也没份呢。啊，这个法门只要你把烦恼业障控制住了，有没断，但是有能力把它控住，叫它不要发作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没断，用什么来对付呢？用一句佛号。啊，想发脾气。发脾气才起来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阿弥陀佛，把发这个脾气压下去，这叫会念佛，念佛真解决问题了。啊，贪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善不善的念头是第一个，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会念佛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随着下面讲，顺凡俗迷情之法，这叫俗谛，或者叫世谛。甚至所见涅槃极尽真实之理，这叫做真谛，或者叫甚一谛，或者叫第一义谛。啊，有这么多的名相、名词术语。大智度论第38卷说，佛法有二谛。啊，这个二谛呢，就是世谛与真谛。啊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说的，一者是谛，二者谛也一谛。啊，第一义谛就是真谛，啊，也叫圣义谛，大乘上常说的。
为是地故啊，摄有众生；为地义地故呢，摄众生无所有。啊，像这个《金刚经》念的人很多。啊，《金刚》前半部佛所说的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啊，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是真谛啊！对谁说的呢？对小乘，对全教三乘说的啊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没有出十法界的人啊，他们出了六道轮回，为他们说这个法。如果是超越十法界了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，佛给他讲的《金刚经》后半部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见上念头，念头都没有了。前面是破四相，后面是破四见。破四相，四相是三乘圣者。破四见是大乘菩萨，不是三乘。啊，法身大士啊！啊，由此可知，佛讲经教学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异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佛没有一定的形象。佛无相，无有法。众生有缘，为众生示现，有相有法。这个相跟法从哪里来？众生心相生。因为佛菩萨没有心相，他不会生。众生心相感应到佛现身说法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地球上，在印度这个地方，示现八相成道，住世80年，讲经教学49年，他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示现八相成道，没有起心动念；示现讲经教学，也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是究竟自心流露。啊，全是自心自然的流露，随着众生的心流露。众生心里想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
那不想他就不说，想就说。所以他讲经说法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妙啊！他叫我们呢，也是用这个法了，这才对得起我们呢。他自己用的法不教给我们。啊，用我们世间法来教我们，那他怎么对得起？啊，除非你不接受世间法，你真想学佛法，他就真教你；你不想世间法，他不教你，他不跟你讲。啊，在四阿含里面，我们见到很多很多啊。啊，佛教你怎么做人？怎么与家人共处？怎么与社会伙伴共处？教你这些。对于出世间的法，一句都不提。我们学佛像这些，都要留意。啊，我们从早到晚接触社会，一切人事物，我们怎么应对？那如何？在生活当中，在接触当中，把这种无上微妙法影响到，啊，要常有这个心呢，这个心是大慈悲心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。离轮回苦，离三界苦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得究竟路。啊，真正契入佛法之后。知道佛法度很多人，人之外还有很多众生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众生真多，绝大多数的。是我们人看不见的，啊，这些年来，附体这个事情，我们遇到很多。我们接触不多，啊，只有几个光碟，但是从这些光碟里头透出来的信息，告诉我们，众生真的是无量。生活的空间维持确实不一样。
我们看到这个道场很小，是普通住家的房子，但是在这些鬼神来看呢，这个道场很大很大。有些这家庭道场，家里几个人念佛的，还有专门供养鬼神的，念地藏经的，念十善业道经的，念佛号的，有人问这个佛题，这个对于鬼神来讲有没有干扰？他们说没有干扰。他们世界里这个房子很大很大，你们在那放不同的经，播放不同的经，就好像有很多房间一样，喜欢听哪个到哪里去，不妨碍，在这个房间里听不到那边，我们看到没有障碍，这个没有间隔，但是他们有间隔。鬼神他们有见过，我们没有障碍，他们有障碍，他们有障碍的，我们没有障碍。让我们联想到，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多大，无量。没有边际，极乐世界包括我们地球在内，我们地球没有在极乐世界之外，是在内。中风禅师透了一点消息给我们，是此处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处。透这么个消息给我们，是我们本身有障碍，在这个地方见不到净土。临终往生的时候知道，障碍没有。看到七宝莲池，看到极乐世界的宝树就在面前，下面又大乘一章第一说，俗为实体，世俗，世俗所知，故名实体。真者呢，是其绝妄之臣。把虚妄离开，把虚妄的放下，那就是真的。门法有种种差别，能使人去入涅槃，故称为门。门是比喻，门道、门类，道是走的路，从哪个道进去，称为门，门类，这个意思。一真谛门者，
以地业一地为门也，真谛就是地业一地，第一绝对的，二是相对的，那所以佛法讲真谛叫地业一，这真实的啊，一真谛之深矣，直众德之根本，故曰一真谛门呢，直众德本。啊，直众直用植物来比喻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什么，你得什么。你种善因得善果，你种的是恶因，你一定有恶报。善恶因果不能抵消，这是一定要懂的。那怎么办？不能抵消怎么办？佛教的我对于善因恰强，对于恶的过去所造不再做，让善的力量强大，恶的力量啊薄弱。将来往生的时候，力量大的业他先请，他先受报。啊，力量弱的时候后受报。啊，如果我们善恶业多造啊，天天在造啊。啊，自己一定要清楚，是善念多，是恶念多。讲话是好话多，还是妄语多、两舌多？自己要清楚。啊，行为是利益众生的多，还是利益自己的多？啊，常常去反省，常常改过，才真正能够把恶因恶缘放下。啊，正因正缘提起来，那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就很难。没有毅力的人，没有高度警觉心的人，很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我觉得说的非常好：一切法要从真实心中出。这个话是绝的。啊，对人对事对物用真实。人生苦短，为什么虚伪？为什么作假呢？人生太短了。啊，恶念恶行不值得。啊，没有遇到佛法，那另当别论。遇到佛法，遇到经宗，这是你在六道里头啊得了头奖啊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好运呢？啊，遇到这个缘分，就是说
这个缘分可以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就在你一生当中。所以真正有认识的人，真正明了人，他全心全力来干呐。啊，真的像前面讲啊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，啊，有寿命都不要了，不愿意在世间多受苦。这个是世间法不容易啊！成就一个善业，一定是过去生中的善根，这一生当中的善缘，你的善业才能建立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晓得，现在这个社会行善难啊，难在哪里呢？作恶的人太多了，不善的人太多啊，会让这个行善的人啊灰心的，会让这些行善的人腿转了，这是我们自己见到的啊！我们在一起同学的啊，就以我们台中精修班啊，李老师教的我们这20多个人，几个人成就都腿转了。能够一生坚持不退转的很少啊，所以无论做什么好事，培养的人才，将来他背叛你啊，他退转走邪道，你都要心里知道正常现象啊，不足以为怪啊，不要去责备这个人，也不要去批评这个人，他做的正常的，他要真正能不退，那是再来人，那是佛菩萨来救世的，他不是佛菩萨，他是凡夫，凡夫哪有不退转的道理，哪有不变心的道理啊？古时候人能够不退转不变心，从小教出来的，社会环境好，啊，社会上做不善的事情很少很少，啊，他能维系得住啊，现在没有了，啊，我们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住啊。这真的，要不是天天读经，天天跟同学们来做分享，保不住。啊，3个月不讲经，不读经，就下流了。啊，我这一生能保持到这个样，天天讲经。每一天不中断，就靠这个啊，这个东西靠得住。
啊，年年帮我们向上提升，年年有进步，信心会增长，愿心会坚固。啊，不是真干。啊，所以又退转了，正常。啊，这也就是说明，啊，李老师所说的，我们念佛人跟着他学的，10000个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，只有三。60年前说的，60年后的今天，大概只有1、2个，啊，10000人只有1、2个往生了。什么人？坚定不退转的人往生。啊，很简单的解释这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能退转了吗？放不下嘛，啊，还搞名闻利养，啊，还贪恋着五欲六尘，不肯放下，啊，所以能不能成就，不要问别人，完全问自己。别人怎么会知道啊？只有自己心里有数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真想往生，就得真干，不能干假的。啊，干假的是决定靠不住。这里教导我。以真谛门呢，才能执中得本。下面引《金刚经》的话说：“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”这就叫以真谛门。啊，真谛门呢，离思想，我们还把思想放在心上，这不是真谛。啊，至中得本呢，就是修一切善法。啊，植是用植物来比喻种植，德善也，本根也。啊，那善本，诸善万行之功德，这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名号提举万德，明照万德，故称德本。修十善六度不容易啊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容易啊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。超过修十善，比十善还殊胜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念3年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修十善，修上30年，未必能往生，不一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